式来讲解全世界能力最强的钳子啊、哦，美国货 Channel Lock。那么先讲讲它和一般钳子的差别哈、哦。我们看到一般钳子，比如说德国货，他们的刀口都是两个尖的。妈，这些小孩子改车改那么吵又跑不快，是要干嘛啦？哦，他们一般我们看到的钳子刀口都是尖的嘛，对不对？那美国人呢，他们设计一种不同的刀口，一端是尖的，一端是钝的。据他们的说法是，这种设计可以让你的钳子更耐用。讲白了，美国人不需要两个锐利的刀口帮你把备钳物体切断，他们有信心用一个锐利的刀口顶到另外一个钝的地方就把它搞断。这个当然是原厂自己讲的设计了，到底有没有那么好我不知道。那么原厂吹他的牛，我们来测试一下就知道了。首先想要必须要讲解一下台湾的工地文化。台湾我们先把钱的问题给抛开，在台湾好像只有这个牌子啊 Canipace 是老虎钳，其他都不是，要不然就是日本虾牌。台湾的工地文化就是只有这两个牌子啊，德国 K 牌和日本虾牌嘛。其实这跟台湾的蓝领阶层还有他们的个性有关系。台湾人有个特点，就是特别的保守，甚至没有自信。你问他为什么要用虾牌呢？他说我师父就是用这个牌子啊。你问他为什么要用 K 牌，很简单嘛，因为我师父说 K 牌还不错。那么原本这个 Canipace 来台湾的时候是卖不动的，大约三十几年前吧，那时候的物价，那时候台湾人很有钱，那么物价也刚刚好了，当时一把卖500多块，那台湾卖不太动。那么久而久之有人接受它了，但是一般人也看不懂这个 Canipace 到底是什么，于是代理商很聪明，就把它改了一个比较怂的名字，叫做德国 K 哦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文化我相信你要是有跟蓝领阶层打过交道，你都知道他不知道什么是 Canipace， 但是他知道德国 K， 而且他指名要西德的哦。但是西德在1991年就已经灭亡了，我们现在还看到很多师傅说我要西德的，我就是要西德的，这是代表台湾人比较保守了，不愿意接受新的东西。那么我个人觉得 Canipace 的钳子非常好，它拥有全世界精密度最好的轴心啊，我用过钳子里面轴心最好的一个就是 Canipace 啊，刀口也很好。那德国有一家大的代工厂，他们自己出了品牌，就叫做 NWS， 这个都介绍过，都是很好用的东西。比如说我们拿直径 3.7 公里的铁钉，3.7 公里的铁钉，这个你们听这个声音哦，削铁如泥，又咔嚓一声。传统观念就是听到咔嚓一声，就代表这个钳子很好。
对不对？哇，这啪啪声啊，听了好像很开心的样子。这个是传统设计的钳子。那传统设计的钳子，因为两边都是立的刀口，所以剪起来就会咔嚓一声。那么我今天要拿全世界能力最强的钳子啊，这工具丢到工地大概没师傅要用，因为它不是西德的 K 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美国佬的东西怎么样。比较就不会咔嚓一声了。好，那这个大概介绍完原厂跟我们讲过的东西以后，我们包含看我介绍你们听听就好，因为大家都会胡乱嘛，每个人都说自己家里的东西好，我们来做一下简单的分析吼。我目前用工具，我用到现在，我发现我们现在的设计已经不是早年的设计。早年我们希望刀口硬度高，工具硬度高，希望刀口 硬度高嘛，对不对？但是硬度太高它会崩掉，那于是就朝着硬度高韧度硬度高但是强度高韧度高的方向前进了。啊，基本上没有人会希望自己的钳子或者工具很软，软的东西好像不耐用嘛，对吧？但是你们看我先前介绍德国达威利的梅花扳手，它就很软哦。我们可以用很不专业的方法来讲解一下啦。一个东西我们要的是强度，啊，一把钳子我们要的是强度。那强度呢，其实有时候是韧度加硬度的组合体。韧度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抗剪力、抗横向力作用的能力。我们要的是强度强的钳子。我们想简单的说，硬度可以做很低，但是你韧度做很高的话，这把钳子强度也非常高。只要你的硬度不要低到被剪物体以下，你只要比被剪的物体硬一点点都算是合格的。那么现在我觉得最先进的钢材他们已经不走硬度路线，像德国的 Stavely 梅开扳手，还有老虎钳，我只见过美国 Chernlock 会这样设计，是暗示着他们的钢材特别软。我一开始是没有发现啦，我是拿在手上玩的时候，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哈。比如说这个是日本货，虾牌嘛，我拿在手上，好听声音。那这个是 NWS。那么这是 Kenipes， 那美国 Chernlock， 声音完全不一样。那你们只能听声音了。实际上你拿在手上，你用这个 Chernlock 夹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好像软趴趴的，他家的钳子特别软。这个是手感问题。讲白了，现在的工具已经不需要像以前一昧的追求硬度了，只要你的强度够强，它就是把好工具。而且越硬的东西越难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做人要柔软一点，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。我们来做一下简单的测试。因为我个人对 Kenipes 的评价就是它钳头非常好，非常的精密啦，可是柄做的实在非常差，包含他家高价版大炮棉的柄，我拿来握手也很痛。
那么低价版的这个很滑、而且非常硬，打到手就会痛。同样是低价版的美国全能 Lock， 都是这种薄胶、泡胶，但是拿在手上就是软，所以它们的差别不是只有红色和蓝色，它们用的材质其实不一样。全能 Lock 的钳子你不见得要买高价版，高价版台湾人我估计玩不动，非常重。一般低价版我觉得比较适合台湾人。那我们来看看哈，我们今天来做一个上次先前有看过我介绍的人都知道嘛，剪不断的钢铁钉啊。我们先拿虾牌来剪看看哈，我就不量给你们看，因为我记得那个数字了。这个是细铁钉，这个是粗铁钉，细的这个是 3.7 公里的直径。粗的是4.3 吧、非常粗的，你们在镜头前面看不出来了，因为旁边是钳子嘛，对不对？感觉它很细，其实这个铁钉已经算是中型铁钉了。我们用下排来亲眼看3.7的小铁钉哦。哎呦！其实剪不动，而且会滑。我们拿这个德国 NWS， NWS 那我很喜欢。很轻松嘛。来过台湾的神哦，德国 K 哦 ，Canipes， 啊，一点都不困难，但是稍微要用点力了。3.7，其实老虎钳不要拿去剪铁钉哦，铁钉你不要以为它很软。少笨，它是混合物，它里面有很多的碳，碳跟铁并没有办法结合在一起，你去问你的化学老师就知道了。所以你剪到铁的部分没问题，你要是切下去的那一刹那切到碳的部分，你的老虎钳会找腰的了。好了，那为了要做公平测试，你们仔细看，我把全能 Lock 还有这两个德国货摆在一起。我等一下剪德国货的时候，我的手会这样剪，因为我等一下要剪超粗的铁钉哈，小拇指会勾到这个地方，那我的手掌肉会突出这个手柄哦，正常的嘛，对不对？那为了公平起见，我这边绑了一个胶带，应该是看得到了的镜头。这个是4.7吧，我记得。听说德国货很能剪哦。知道它剪不动，先把它搞到90度，这样比较好剪。当然你要作弊也可以啦，剪下去一直扭扭扭扭扭，你看到那种烂粗工都这么搞的，不欣赏。好了，这个差太多，我们就不浪费时间了。NWS 是剪不断的。台湾之神 Canipes， 差不多。明明剪不断，哎呀，你妈的，剪不断了！我剪完前面两个手都没力了，没关系，我们要相信美国精神。
现在已经很累了。小拇指要放在这个地方，这样才没有作弊的嫌疑嘛。不然别人说我以大欺小，他们长度差异太大。你看一下，长度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摆过来看最后一次，差不多就到这个位置。美国货呢？这个一二战把全世界打爆的民族。好，一、二、三，断掉了。再来一次。好，手没有作弊哦。先压一下嘛，然后再放过来，就准备念三二一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就断掉。所以说德国货是很好啦，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台湾人都用这些东西的原因，因为它不是真的德国制造嘛。我跟你讲，这两把假如真的德国制造，一把要1200。30年前台湾人买得起德国货，现在台湾人很可怜，买不起德国货，只能买台制德国品牌。那怎么说呢，你们喜欢什么品牌我是管不着啦，只是我觉得台湾现在这个工具哦，尤其是网络发达，像我一样鬼扯的人实在太多了，看不下去了。好像讲到老虎钳，肯定配置是世界第一，你真的像我一样有用过那么多老虎钳吗？肯定配置很好， NWS 也非常棒哦。法国的飞控是全世界最精细最好用的，但是你们多数人用老虎钳是用出工的方式嘛，要剪。你真的确定 Kenny Pace 这些德国货在美国货面前抬得起头来吗？就是美国精神哦，美国人是很可怕的一个民族，他们如果要做绝对是世界最好。那么美国货为什么那么厉害呢？我最后再剪一下，我刚刚还自废武功。就是啊，其实现实生活中美国人才不这样搞的，我们直接老老实实剪。我现在不自废武功剪给你看，剪下去，好像切豆腐一样，没有咔嚓声嘛，对不对？有时候就有，它没有咔嚓声，原因很简单，就是我前面讲的，它这边是 U 字型加 V 字型的刀口，确保你的工具耐用，而且莫名其妙的，它的剪切能力就是把德国货打好玩。我不认为一把老虎钳的能力只有在剪切上面，因此我日常生活中也是用这些NWS、Kenny Pace 还有虾牌。但是下次有人在网络上吹牛胡烂，什么德国 K 牌最强。你可以把我的视频给他看，让他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老虎钳。那么这个 Chinon Lock 我那时候买来，我只是买来玩的啦，所以玩一玩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他家的钢材绝对是世界最好的，这个希望镜头对得到。我现在先对一下镜头，这样子，对对对，好，你们看我那时候在把玩，麻烦，好，你们看刀口就好。那时候在把玩它的时候，我发现它刀口合不起来，好像关起来了，真的关起来了。啊，你有没有看到它的刀口是一条缝？下面是紧的，上面是开的。是一个 V 型的缝，我当时想说啊，美国人可真粗犷啊，连这种不良品都拿出来卖。后来我把他家每一把钳子都拿出来看，全都是 V 字型。V 字型你不要看只是好玩比个耶哦，不是不是，这很可怕的。V 字型这代表你在钳下去的时候，
你的老虎钳这一端是自己在虐待自己，自己剪自己，你知道吧？老虎钳你能剪断很多东西，我相信，但是你能够硬碰硬自己剪自己吗？我相信全世界没有钳子厂敢这么做，只有这个 Channel Lock 他家的老虎钳会自己剪自己，所以我大胆的推测他家的钢材真的是非常的软，但是强度你们就不用怀疑了，你们可以去五金行买那个铁钉嘛，对不对？还要剪上瘾哦，这4.7的，你 pass， 你妈的梗！人在用力的时候都会失态啊。好了，大家不要再吹牛了啦，德国货真的很好，我也在用德国货，因为它有它的优点哦，轴心好，很耐用，不错。但是如果你只是要比剪，还有手感，我告诉你，美国货更好。为什么？我们先拿在手上晃一下嘛。这个好像介绍没意义，只有我用过才知道。那个美国货拿起来有种温暖的感觉，我们光是听声音就没有声音的感觉。那美国货的胶柄做得非常好，握起来就是很沉稳、很舒服。它明明比较重，但是拿起来比这个 Kenipace 还要轻。Kenipace 会让你觉得，拿到一半，头往下掉的感觉。这个 Channel Lock 我算过比它重150公克，但是我拿起来很顺手，就像我小时候玩的美国 Portal 老虎钳一样。那 NWS 是头也轻尾也轻，所以不会有掉下去的感觉。好，这个是美国货。今天剪接力测试做够了。这把是市面上最强的强力斜口钳，同等级的。你要找更强的威力，但是那个恐怕不是一般人拿得动的哦。这个，这是120公分，1米2了这支。那有时候这种斜口钳很好用哦。NWS 这把我很推荐。那还有另外一把叫做威哈哦，你们都知道嘛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威哈那把剪线能力没有这把好，但是威哈也很好啦，你们要买什么都不关我的事。我们用 NWS 来剪看看这个4.7的铁钉哈。OK 呀，很厉害吧？这把钳子绝对比你们手上所有老虎钳剪钉子的能力都强哦，我跟你保证。但是假如你不想用斜口钳剪钉子，最强的 Channel Lock 是可以取代它的。没声音哦。这个就是 UV 型刀口的厉害。我是很遗憾啦，其实真正好东西很多，但是台湾人都不知道你希望你们看我的视频以后能把它传出去，哪怕是被人暗干也好我觉得我就是喜欢玩工具，真正好的东西很多东西都没进到台湾，台湾人不知道。好，那么剩最后4分钟嘛，他家最强的其实是棒浦钳哦，就是你外行人讲的水管钳，那不叫水管钳，那叫棒浦钳。那我下集再介绍。我们今天就趁剩余的人生哦，把这些，主角是 Channel Lock， 对不对？好像 Channel Lock 出了一把很夸张的尖嘴钳。你尖嘴钳要做那么粗干嘛的？我不知道啦，我觉得用得到，你就是用得到。这个是铁钉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拿来扭铁钉啊。是这个铁钉。是可以的哦。但是你左手要够力啊。我的手已经握不住了。
把铁钉扭弯，蛮夸张的用法。他不爽，就给他擦，剪断。剪东西没有咔嚓声也是很爽的，对不对？叫你拿去越狱或偷东西哦，邻居不会发现，不会有咔嚓咔嚓的声音。那么 channel lock 简单的介绍就到这边。他家更可怕的是帮补钱哦。那么 channel lock 最适合多数人用的其实是那个，以老虎钳来讲呢，是这一把哦，基本款的九寸半。那它有加强版哦，这把非常的重，而且它不只有压接端子，它上面头的地方还有特殊功能。希望照得出来，好像照不到啊，你们看到了。哦，你看他头故意缺了一个角，哦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今天就不介绍了。所以说这把是非常贵的，那台湾人一般用这把叫369就可以。看完这个影集，你们有什么想法？还在幻想德国 K 吗？德国黑很好啦，哦，我自己也在用。拍这个影片并没有说要建议大家不要买德国 K 或者是 Canipes 不好的意思，只是有时候网络上太多鬼扯烂的人，把一些没有那么神的东西讲得跟神一样，逼着我这个真正的胡烂冠军出来打他们脸。我其实是1989年世界胡烂大赛第二名的冠军，我之所以拿到第二名是因为第一名在作弊啊，他爸是上届冠军嘛，所以我才拿到第二名。好的，下次我要介绍的是 channel lock 无敌的棒虎钳，下回见啦，拜拜。